陈冠希 Edison 当年贪玩闯出大祸，搞到声名狼藉，事隔五年仍不知收敛。虽然工作收入大不如前，要靠夜店登台吸金撑着，但他却继续自我膨胀。日前他带着女友 Anne 出席某派对捞金，期间有媒体拍到 Edison 未上台前拖着女友拍大头贴，头贴头好甜蜜。随后 Edison 三首歌收50万，下台后拿着啤酒应酬狂笑的 Edison 见到34亿马拉妹凌云靠近，笑到眯着眼不停碰杯，玩得嗨。老板一句拍照留念， Edison 情绪高涨 say yes， 一下子把凌云挤到中间，心口顶心口，很是亲密。这些最精彩的画面尽收女友眼底，气到爆的Anne转身离开。陈冠希的女友是他潮店的员工，是一位单纯可爱的女生，正在读大四。两人单独在一起时经常十指紧扣大秀恩爱，并屡次传出结婚的好消息，但一见到美女 Edison 怎么就控制不住自己呢？对此网友们也表示非常好奇，陈冠希与小女友的恋情能够维持多久？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